么我们呢，现在看到的是我的，我们快速的、把上次呢所告诉各位的，好、哦，我们呢快速的把它复习一下就好了哈、哦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可以衔接待会我要讲的新的东西。那么呢，我们呢到2D 的 shape 这边来，哈、哦、，shapes， 好、哦、，shape 这边来。然后呢，我们呢随意的画一条线，哦，随意的画一条线哈、哦，好 ，smooth 跟好，我们做 corner 哈，没关系 ，corner 哈、哦，好。随便拉一条 ，OK。那么呢，当你呢把线画起来之后啊，各位记住哈、哦，在复杂的形都是由基本的形先画起来，再慢慢去调整到你要的外形。哦，除非今天呢用组合的方式，或是用其他既有的方式组合起来，那我们就另当别论。否则的话呢，哦，一般来讲，不管你要的是什么形状，你今天要画的是海绵宝宝也好，派大星也好。那么原则上都是由一些基本的形先画起来，再慢慢调整成我们所要的。好、哦，这各位请各位注意一下它的这个特色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继续往下。那么当你把它画起来之后呢，紧接着我们转到 modify， 好、哦，转到 modify， 转到 modify 这边来啊，它本身已经是线哦，它本身已经是 line 了，它已经具备有点线跟线段。哦，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。像你自己所画的拉起来这个线，你千万不要再到上面再去叠加一个 editor spline， 不要再去叠加这个东西了，懂我意思吗？我上次有看到同学，他们呢放着自己的不管，又上去又叠了一个，于是就变成怎么样？啊，两个点线面，两个点，两个什么？两个点，两个线，这样是不是越来越复杂了？哦，所以不需要哈，各位。哦，这个呢叫做画蛇添足，不用把它删掉就好了，右键点一下把它 delete 删掉。哦，你画出来的是线，本身就具有点线线段的功能了。什么时候才要去叠加我讲的那个 editor spline 呢？好，今天假如你本身画的时候是画像这种圆，像这个圆啦，像这个弧啦，或者像这个、哦、多边形啦、啊哦、或者是像这种矩形啦、啊、等等等等，椭圆啦、啊、这些东西是你拉出来的就已经有那些形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到 modify 这边来，你会发现它们怎么样，不具有点线线段的体质嘛，没有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怎么样再叠加上去，把它加上我们的 editor spline， 是这个时候才要加的，这样听懂我意思了吗？因为你画的圆，画的多边形、矩形、弧、椭圆这些等等，因为它们本身是属于什么一个拉出来就有的形，所以它没有像我们这种完全自己拉哈，这样那种点一点一点拉出来的，这两种成型的方式不同，所以像这种一拉出来就有的形，它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，所以它没有点线面，它没有把它分成点线线段的体质，它没有分，所以呢我们才去叠加一个 editor spline， 希望说呢增加这个点线跟线段这样的体质，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再把它怎么样呢，做进一步的去把它编辑，这样了解我意思了吗？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所以呢什么时候才要加上这个 editor spline 呢？这个东西你要看时机，看你所画的东西是什么，这样了解我意思了哈。嘿，因为呢我发现的同学这个地方不懂哈，你的二话不说不管画什么都加，哦，连自己拉出来的线他也在加，这个呢东西越搞越复杂，哦，的灰体啊，哦，所以这个一开始观念要懂，哦，观念要先了解清楚哈，哦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下讲解。那么我们上次讲到的是电那个什么呢，线的部分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了哈。好，点它一下。那么呢我们呢现在呢把这个这边先删掉好了。好。好，这样不要太复杂。OK。我们上次呢讲到的是点的编辑齁，点的编辑。那各位呢我们呢再提醒一下，如果你觉得常常啊要这样拉这个画面啊，你觉得这样很麻烦。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把它拉过来一点。滑鼠放在这个边线上，你把它拉过来一点齁，哦。两个的话呢两排啊，这样你或许就可以不用怎么样一直在那边移动画面移动多，那么你还可以再拉了，
不过呢，这样的修蛤蟆哈太多了哈，我们建议不用，顶多两排就够了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针对点的部分啊，各位请看一下，第一个跟点的部分比较息息相关的是，第一个呢，怎么样把点删掉？哪一个呢？还记不记得？假设我现在把这个点，我想把它删掉，最简单不过了，只要把这个点删掉就好。选到它，按什么键？对，你们键盘不是有个删除键吗？有没有？就是那个删除键就够了哦。所以这个呢是唯一的哦。那么呢，你就算不用点里面的按钮也可以的。好啦，再来第二个。那么呢，假设好、哦，我现在把这个点拉过来一点，好、哦，把这个点拉过来。好，假设呢，我现在呢，请各位呢，我们想要把这两个点把它连起来，想把这个点，想把这两个点连起来，请问我们要怎么做呢？不是，这两个点要合在一起，中间不要有线哦，这两个点重叠在一起，合在一起。还记不记得什么指令？哦，都忘光了哦。嘿，有笔记的翻开一下，看来我们每一次来要先考试才可以。好、哦，我都忘光了哦。来，很简单，选起来之后，先做。